你们先平复一下你们的情绪，然后淡定一点，然后别嫌我穿的多。对，你们可以再等15分钟，他一会儿会回来的。啊，他15分钟之后会回来的，平复一下你们的情绪啊，不要暴躁，虽然我穿的多一点啊，淡定一点好吗？欢迎大家来到953，看我导进来953，全网最专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啊，大家点一下左上角舞秀舞秀，还有翻天的愉悦，我是小舞。对，然后咱们那个还有新的歌，我们点点心，然后喜欢我的点点关注 ，Thank you。不是，淡定一点，淡定，我怕你们脾气太暴躁。多多益善，多多益善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们淡定一点啊，休息休息。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，开启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。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，70、80、90还是 Y 世代？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，背也会背不好，放松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，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出 old school show， y'all ready to roll。70的年代，不过我最嗨，历史不变，从来不跟谁 goodbye。只有 fu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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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那酷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我们穿着喇叭裤，又爆炸头在往里震动，左右摇摆，身上一直神功。黑不电视可能无法感受，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。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？要喊什么 ？B boys, B girls, let's make some noise。紧裤子紧身，秀出你的身材，有人露出尖牙，千万不要惊讶，嘻哈正在发芽，别怕他假牙。Rock and pop, and we dance, and ain't no stopping。跟我一起唱，快乐崇拜，快乐舞台，虽然快乐像个病毒，病毒会传染。90年，我们等待千禧年 ，Party 电子音乐，疯狂玩深夜 ，Hip hop for life, that's right。每个人嘴里喊着我神。关键是不是真的暴力天才，咬紧你的嘴角，跟我换了崇拜。忘了你存在，存在有什么期待？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，与其渴望关怀，不如一起精彩，快乐会传染，请你慷慨。 Come on， 忘记了心灵的情感，我来，再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。现在这个冲动时代，虽然少了时间，但千万不要倦怠，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，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。有放肆的节奏，看你放肆的互动，看你放肆的感觉，看我放肆的创作，要我怎么再说， People feel my flow， 看我拿着麦克风，这是快乐的秀。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好，谢谢狂野哥哥，然后谢谢点关注的哥哥，谢谢点心的哥哥，谢谢徒弟三颗哦。欢迎大家来到993，看跳舞就来993，抢最重要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然后大家点一下左上角舞秀舞秀，嗨翻天的愉悦。然后我们可以把心向往前走一走，六扣的，辛苦大家了哦！我特别佩服这个有一个的，然后有三个的，还有四个的，还有五个的。
对，然后喜欢我的给我们点点关注，手机或者视频左上角黄色加个桃心，电脑用户视频右下角直播通知我。我电脑应该不卡呀，嗯，我印象中我电脑应该不卡的。嗯，你是凯瑟，人家都一个离群。Everybody just drop it like it's not 함께한Everybody just drop it like it's not 함께 하니 즐거워지잖아 아주 어지러운 몸노하면서 벗어나기 너무 이르잖아 청춘은 젊음에 보 고충은 젊음에도 내일은 없어 no day but today 미친 거 아니야 오늘 밤 미치려고 작정한 놈들이야 오늘만 미치도록 달리잔 말이야 이야, 이야. 미친 거 아니야 이야. 미친 사람들 go crazy go crazy go crazy 미친 사람들 go crazy go crazy go crazy 저 사람들의 손짓 그 젊음 속에 외침 내 가슴 점점 더 뜨거워 go Go crazy, go crazy, go crazy, 미친 사람들 go crazy, go crazy, go crazy.哎，荷包蛋也是蛋，鹌鹑蛋也是蛋，你这，他最起码不是飞机场，你这有弧度的就都走光，你别小，你这，谢谢大爷。不是这四根棍儿，我就你们有多嫌弃我？
哎哎哎，这四根棍儿，你们是有多嫌弃我？你们这么夸张合适吗？你们这么皮？好了，欢迎大家来到九三看舞蹈，就来九三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大家点一下早上讲五七五圈，还有那鱼啊，能少点点吗？你随意，你随意，随意随意，随心所欲，想咋地就咋地，好吗？然后，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手机会是视频左上角黄色加号的桃心，电脑会是视频右下角，这不是通知我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。但是那个什么，你调戏我还是我调戏你，这个问题咱俩回头探讨一下，好吗？啊，对，鹌鹑蛋也是蛋，你不知道越小营养越丰富吗？从这个蛋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是越小越丰富吧？鹌鹑蛋啊，什么蛋什么的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最后一个舞蹈，然后送给大家。我记得鹌鹑蛋好像比鸡蛋的营养丰富一点，对。I got it.This thing gonna break you down.几层，而我踩过青春，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。一次缘分结一次生，我今生还在等，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，千朝记忆都红尘，伤人的不是刀刃，是你转世而来的魂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，我策马出征，马蹄声如雷奔，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，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，我对你用情极深。谁的心跳声，我那春秋一叹银痕，你那千年眼神，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。确认过眼神，我好了，还有那个30秒的时间我就撤了，对，朋友们，有请一宝跟梦涵。对，小妹儿，你们的是鸟，命中缺鸟行吗？不跟你们闹了。然后那个，好了，那个正好有个电话，还有10秒，正好时间刚刚好啊。然后再见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拜。